嗨，各位，又是我呀！今天我吃啥呢？还是依旧是我最喜欢的家常菜环节。昨天我也看到有粉丝也喜欢我吃家常菜，所以今天再来一期家常菜。就是我今天炒的蒜苗肉丝、茄子肉末茄子，也是一个下饭菜。这肉丝我下午腌了一下午，所以现在还是属于比较嫩的那种。好嫩，真的入口即化。还真的，我能做出这么好吃的东西。